大家好，欢迎来到2023年新北放网路医学堂，我是今天的老师柔一。那今天要帮大家教学的舞蹈是 voguing 当中的 vogue fan。 那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上课咯。好，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会先做一个动作，它叫做 catwalk。 那它的秘诀是你要重心往下蹲，脚跟颠，会推屁股右左摆荡。好，那一开始的时候先踏右脚，所以我们重心会维持蹲低，脚跟颠起来，先踏右脚，所以会是一二，然后换左脚三四。好，我们的手是上下上下，所以加上脚会是一二三四，之后手会画右左右左。好，然后一样会走开握，慢慢的往下走，所以会是五六七八，然后会到半蹲的位置。顺势接到第二个动作，它叫做 duck walk， 它是 vogue fan 的五大元素之中的第二个。然后接下来它会重心维持半蹲，然后像鸭子一样跳，所以会是右左右左。好，但我们等一下只要做右左，然后往上跳。先看脚步的动作会是一二三 and 四。好，手的动作会长一二三 and 四的时候，手往内卷，三 and 四打开。好，这边记得是手腕的力量，手是一正一反，所以手压进来，一二三 and 的时候往内卷，三N 四，双手打开，一起往上跳，所以它会是一、二、三 N 四下来。五的时候会往右边滑，五、六、七，然后打开八到这边，五、六、七、八走一、二、三、四换五、六，慢慢往下，一、二、三。四滑六七八，好，八的时候刚好是脚打开。接下来是手部的动作，手逻辑会是左手推右手手腕，一二，好，所以这边会比较困难，手都是往外拨开，拨开左手去推右手的手腕，一二，好，但是现在是在胸前，我们要把它放到头上面，所以会是一二三 N 四的时候，右手关三，左手 N 四打开，四到这边，好，所以连续会长这样子，右边左边右左开，开过来之后，右手去找左手，找到左手之后，一起画脸五六，好，再一次哦，这边比较复杂，所以右手去找左手。手腕画圈画脸，五六到这边之后，七八，左手先往上到这个位置，好，可以先帮我练习，手先到这个位置，所以会是七 and 八，画脸画一个圈圈，所以再看一次哦，手腕弯起来之后上下转八，好，所以我们回到这边，六在这边，左手直接往上，右手在下，所以这边的手部动作比较复杂，我们再复习一次，所以会是一二右手三 and 四，右手走左手五六七八，绕开七八五六，先开握一二三四，走右左慢慢往下 duck walk， 二三四转六七八，手一二三 and 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到这边 OK 吗？要继续咯，接下来一 n 二 n 的时候，手帮我转往外拨开 one n 放旁边 two n three four 的时候，我左手摸你的胸口，划开 three four， 轻轻的下来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从这边，所以跪下来六七八，慢的一二三 and 四
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一 and 二 and 三四，滑到这里。好，接下来这个动作是比较复杂的，它叫做 deep。 那我们是在躺在地板上的 deep， 所以是地板的 floor 的 deep。 然后所以往后转的同时，先帮我五六身体挺胸，好，到这个位置七再继续转。好，所以五六七先至少要转到这个位置，八的时候请把你的右脚小腿转出来，左脚会立起来，所以会到这边七。好，八的时候只是屁股的轻轻坐下去，然后记得你的右脚小腿不可以在里面哦，要在外面。所以八到这边之后，慢慢一二三四伸展开来。好，记得这边你的上半身要呈现一个很挺胸很挺胸的状态，所以不可以驼背，不可以放松的下去。所以八先坐好，屁股坐好，大腿压好，慢慢的伸展开来，一二三四。好，那我们回到前面一点点，所以我们从这边的手部动作开始，六七很慢，一二三 and 四五六，左手打开，七 and 八，一 and 二 and 三四，往后转五六，小腿转出来，七 and 八，一二三四，慢慢下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边再讲一次每个动作的细节。那因为 voguing 这个东西很注重的是一些小小的细节，包含你的手腕、屁股跟你的脚尖有没有踮高，所以我们从头再一次。一的时候先讲手，一手是一起往右边，再往下。二好，三往上打，三四往下，四好，手是从中间拨开，五六七。好，当你在做开握的时候，记得每一下脚步都要推屁股，所以手加脚一起会是一二三四，往前走，右左右左下来。接下来是大握手，是一正一反，记得左手是手心盖，右手是手心朝外，所以会是一二。所以它的力量都会是这样子压进来，挥出去都是手腕，所以会是一、二、三 and 四，打开。好，当你在做大握的时候，我转侧面给大家看一下，你的身体会维持挺胸的状态，所以不会长这样子，脚跟都是踮高，所以挺胸，慢慢的原地上下摆荡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重拍往下，所以 N 拍的时候会抬脚，所以会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加上排五的动作，所以会是一二三跟四的时候轻轻的往上跳下来，所以加手一二三四。好，当你往右边滑的时候，你的右脚已经在膝盖了，所以左脚去找右脚，所以五六七八的时候轻轻的滑开八。好，接下来手部动作比较复杂，会是手腕手腕。好，现在把它放到头后面，手腕手腕，右左打开，右手走左手，五 and 六七八，绕开上下转开，七八一样转手腕， one and two and three four， 做一个吸气就好， three four。 好，接下来要做 spin and dip， 所以挺胸挺胸，六到这边，七记得小腿一定要转出来，屁股 hold 在上面，不要急着往下坐。七转出来之后，八轻轻坐下，一二三四，手打开，脚往上伸直，一二三四。好的，那我们现在就来配音乐试试看喽。五六七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。
好，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网路医学堂的 Voging 课程。Voging 课程呢，它会有比较多走路跟手腕的细节动作，所以慢慢练习一定也可以学会这个舞风。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。